今日透早北台上低温出现伫新北市石门，只有9.9度。不过今暗时甲明仔透早都是即一波冷空气上冷的时间。礼拜甲礼拜这两天虽然天气会低渐的回暖，也毋过到三月七日，又阁有一波即个风面接近，全台湾拢会明显降温。西门町街路路人拢穿厚厚外套，受新一波冷空气影响，拜日透早平地上低温出现伫新北石门，只有9.9度。气象署表示，这波冷空气今仔日已经升级做强烈大气冷气团，降温有感觉，愈晚会愈寒。按算明仔在透早会达到上低温，部分地区会落破10度，中南部地区高温也是有14到18度，暗过日夜温差大。清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低温的范围都已经有在扩大的趋势，尤其在北部的近山区或者是沿海空旷地区，都有达到10度左右或是以下的低温出现。二十八到二十九两天，天气短暂回转来。西半部天气真好，东半部有时阵有短暂雨，暗过爱注意。三月七日阁有风面接近，气温会阁下降，全台拢有明显降温的趋势，而且水气增加，各地落雨几率拢提悬，转做湿冷的天气。全台都会转成有短暂雨的天气形态，所以连中南部的高温也会开始有下降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一号之后的温度形态在各地都会是有明显的降温的趋势。气象署表示，按算三月七日七节这波雨势会比二月二五到二七这波冷空气的落雨爱较大一丝啊。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上百家人桃园、新竹、苗栗甲金门发布低温警报，民众都要穿好少。记者综合报道。